参观朋友家鸡舍。你看他这个鸭漂亮，放在这里，这个是鸡，这老母鸡啊。对，这太酷了。那你这应该先洗好再放里面啊。你要放稻草多一点，它就不会脏，不会有脏。不是，因为有的时候鸭会睡在那。哎，那人家那个养鸡场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那么干净。看阿姨的鸡，哇，哇，这个鸡长得好，哇，还这个鸡在这通道里，你看，哇，这鸡从这通道里过，你看，哇，哦呀，有只鸭子跑出来了，来，我抱着，来，我来抱，我给它装进去了，来把鸭子给装进去，这只鸭子出来了。知道你来他就跑出来了。哦，过来，哟，等着，等着，哟，等着。哇，你还敢动？你还敢动？你还敢动？哎，我给你拍个照。太可爱了，你看。哎，它身上有水哦，你这鸭子。有有水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他也敢抓鸭子，对，他从哪出来的？这只是公鸭，声音不一样，你看，它的那个脖子也是绿色的。那你这个这鸡鸭太幸福了，他们冬天也能出来玩，是吧？是吧？这花园也好，你，对，它这个花园整的不错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这个上面有个刺，对，有刺。嗯，你看那它们在看，上次那个浩克就是它在这叼了以后，我把上面浩克是啥东西？这是老鹰嘛？老鹰叫浩克吗？就比那个鹰狗要小一点。哦，浩克。为什么你从直接飞下来？飞下来的呀。哦，飞下来把一只鸡不是白鸡是不是？人现在装了网，什么天网？现在就装了网嘛。上次那个浩克又来在这个网上弹啊弹啊，弹了半天弹不走。哎呀，它这次不好抓了啊。因为他看不清楚嘛，对的，看着没有网，一下来就有网，对对对，我这个网子还挺好的。要等等，我先看一下。但油太多了，它冬天油太多了，不容易下蛋了。好的好，你看这鸡，你看这它这个鸡鸭很幸福，冬天都可以出来玩。对啊，天天我们那我们你们这鸡鸭完全不耽误出来玩，冬天完全不耽误。对啊，我们就那一点地方怎么跑出来？你这有一个，你这鸡鸭太幸福了。你看它这个鸡啊，就是有一个院子，我拍一个视频哈。那它这有个偷呢，你看，它这个有一个有一个这种这个从它把这个围墙打了一个洞，打了一个洞，然后那个这个哈围了围栏，然后一直呢这样围栏，那个鸡就是冬天它就从这出来，从这出来进去，啊一直这样走这个车，这个可以散步的，相当于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小鸡来了，看，哎呦，小鸡来了，看这只鸡出来了，看这鸡吗？这鸡出来了没？出来。这鸡它要跟着，想跟着你一块出来呢，你。啊，然后呢，一直伸到这个，你看鸡窝的，然后这鸡太幸福了，这个鸡太幸福了，对吧？看，一直到这边，然后鸭子也在这里面洗澡。它这个鸡窝做的很结实啊，冬天这个覆盖着也不会下。我们吃了，对，等会儿我们吃了烤面包，刚才烤了一些。你看它这个上面冻，你夏天是把这个弄掉的哈？夏天上面的，用这个围起来的。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吗？这个塑料布，对，是网上买的，应该都是网上买的。我看一只鸡回来了，它正好有可以勾的嘛。对对，那夏天我看你没有蒙上。可以，夏天没有，夏天要透气啊。对，哎，你这挡，而且它这个塑料布好像也是透光的。透光，冬天就是说也可以弄那个太阳。它们有的时候就太阳也可以照，有的鸡就睡在这个。哦，它这个你看它这个也透光了呢。有的就睡在鸡跑里面，它们不进去哦。哦，那你这鸡跑也是很安全的，完全就不用担心动物啊。这个是什么动物来也进不来啊，它这个坚固的很，你看它这个鸡窝，这鸡窝真的太坚固了。它在边上四周，你这个鸡房子怎么不用？这个鸡房子不行。人家的那个兔子窝嘛。哦。然后这只能下蛋了，用它。本来想买回来说让鸭住的。嗯，它不住。结果没有，它觉得没办法再连上
这个太大了，占地方，这有点占地方。这个鸡窝跟你家鸡窝没得比啊！你这鸡窝坚固的很，你这自己做的是坚固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哦，那个桶做的好。哪个桶？那个智慧石的桶去。哎，对了，问石的桶。也是你老公 DIY 的。嗯。玩那个厉害。他就钻几个桶嘛。那等会儿单独开一下那个很好。钻几个桶，这个特别好。就那个好，它食物不用撒出来。这不，这很香啊。哎呀，我看鸭蛋在哪个位置？是不是在这里面？哎呀，在这有鸭蛋吗？哎呀，太可爱了，抓一个。走吧，抓。抓一个，一个抓。你要洗手。好，回去再洗手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鸭蛋太大了。哎呦，六的乖乖，放在书里面，在单子里面。还有一个，哇，这有两个鸭蛋的，不丢了。对，不能丢了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鸭蛋好可爱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可爱。哎呀，这个还有这个呢，哇！哎呀，这鸭蛋太酷了，这鸭蛋。哎呀，这个很干净啊，这个蛋蛋。对，这小鸭回来了，小鸭喝水了，小鸡也喝水啊。那冬天这个水你要换掉哈，明天哦，今天换水，哇，天。这个鸡。哎呀，这鸡幸福指数绝对高，这幸福指数高，每天都要出来呢。对，八还比你不行，那看我们走，他也走，你看他也想散步，你看，他们也想从这个兔上看，他们也想这样走散步，你看。这个鸡是完全这个冬天不耽误。哎呀，走了，过来了，小鸭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你看看，他们要走了。哎呀，这鸡太可爱了。哎呀，看看他们一块回去了，你看，回去喝水去了。